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娟。之前给大家分享了本期联动有八款皮肤，果不其然，这次官方也直接说明了四名求生者、魔女前锋、入殓师、杂技演员分别都有两款皮肤，一款是人形状态，另一款则是人格状态。不得不说真的有点惊喜哦，虽然有点惊喜，但是大家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。在上一期也给大家说过，本次皮肤都是由精华抽取的，并且也只能抽取人形状态的皮肤，而人格状态需要用反抗之魂进行觉醒，那么对零氪党而言真的是非常的看脸哦。如果抽到一个皮肤还好，这样的话至少也不算太贵，但是抽到了反抗之魂估计就凉了，免费的精华是有限的，大家查看一下推理之境的精华就知道了，加起来也就是30个左右，而且想全部得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是必须在赛季更新前囤了100个骰子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，而且本次神秘精华是有时间限定的，联动结束它就消失了。其实说了那么多，主要想表达的无非就一点，这是一个豪华的精华，同时也是一个超前的精华。不过对于氪金玩家而言，也有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本次精华所有抽取的皮肤都不会重复抽取，也就是说每次金光都一定会是其他皮肤。当然了，反抗之魂的话，小舅有理由相信也是要金光才能获得的，所以皮肤是不重复的。但是反抗之魂呢，估计大家都懂的。好了，本期就分享到这里，点关注的记得点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